Hello，大家好，我是 Sky 李晓峰。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第一视角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我今天晚上刚刚打的，和对手WPTL 比赛。然后对手是对手就是 Lin， 就是我们这次 WCG 里面在另外一个小组和另一个小组的 Lin。然后和他打了一个 BO3 的一个比赛，因为肯哥，我们队的肯哥今天上不了，线路有问题，所以我们就临时更改了一下，说，打个 BO3，我和令谁赢，先赢上两盘，那么就能代表，这个战队来取得胜利，当然呢，结果呢，就是说是大家可以通过这盘比赛来看一下，然后我相信明天，就是说这盘比赛的 RIP 也会在 RN 或者塔塔族放出来，然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下载一下录像看一下，但是这边呢，我就给大家先带来第一视角，让大家来一饱眼福。哦，对了，昨天那个我的一个视频里面放了一个关于 QQ Sky 的 QQ 群，我没有想到是今天很夸张的是，那个群在今天瞬间就满了，直接差不多今天有1000多个人，我觉得在 QQ 上不停的弹我，我收了一天的 QQ 的申请验证的消息，真的是差点疯掉呀，最后人这个群也是到达了500人数的这个满群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还有看我视频的朋友想加 QQ 群的话，暂时那个群就不要加，等我回头再能注册一个超级大群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再来告诉大家群号的，谢谢大家了。其实我现在打比赛的话，就是我自己感觉，尤其当 WCG 越来越近了，最近这几天是每天都在苦思冥想呀，在想怎么能够让自己打得好一点，发挥得好一点。像今天打令的话，我都觉得自己在心态的发挥上不是特别的好。我今天打了两个比赛，一个是那个 Road to Star War， 就 RTS， 我决赛是和英费打的，我和英费打了4盘的暗夜打暗夜。结果1-3输掉了，那4盘打的怎么说呢，输掉3盘都打的不是很理想，一方面就是因为自己当时的心态有点放松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就是其实我应该用人族跟英飞打的，但是总是为了争一口气，我觉得我的暗夜练了这么久，然后英飞的暗夜又没怎么练，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用暗夜来跟他的暗夜打一下，就一定要用暗夜来赢他，结果暗夜还没有打好，然后 Road to Star War 是1-3输给了就是、说是 Infant， 然后晚上呢就是这个 WPTL 比赛了。好，然后现在让我们打起精神来看一下这盘比赛里面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我特别注意一下令的基地，令还没有升本，先造了商店，但是剑圣没有过来，剑圣没有过来的话，其实我就能猜到他如果还不出现的话，他多半就是去练了就是 TR 地区方的商店，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在没有药膏的情况下就敢去贸然的练商店，这有点危险呀。不过也是他商店也已经好了，等他的这个剑圣回来的话，是可以，是可以来继续第一时间补给的。剑圣还是没有出现，肯定是剑圣了，肯定不可能先知。如果先知的话，第一时间会出现，剑圣出现了，看一下剑圣身上宝物。我们看一下剑圣身上宝物，有一个大魔牌，有个魔牌 ，mana 牌。那就是肯定练了一个商店，只有商店会掉一个宝物，所以说在比赛里面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的注意好对手的这些身上的这些宝物等等这些情况，然后来确定对手练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我第一时间抢了鞋子和反影，我觉得剑圣应该不会过来，所以说但是还是稳当期间还是放一个反影看一下，剑圣果然没过来，然后顺利大法师练到2级，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猜测对手在干嘛了，对手会干什么呢？我想一下，应该是在 MF， 然后我就去那个大点啊，但是我看到两个大 G， 那么对手就基本上不可能是在 MF 那个主分矿了。哦，但这样的情况下，剑圣很有可能会偷掉另外一个商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就干脆还是来到奥克家里面来看一看。既然阻止不了别人，那就放弃吧，少年，让别人安心的 MF 吧，然后我们也来安心的去对手家来拆上另一家的一些东西。然后这边有个失误，二本好了，但是我的福斯曼没有在中立商店那第一时间买兽王，看我的福斯曼现在从小地图上一点一点跑过去，
啊，这边拆不了什么东西，然后看来令是铁了心要拆我这个商店呀，那我就送给他吧，我也没办法，因为毕竟部队不在家，然后只能祈求自己双臂亚起来，但是里面放不下双第二个臂亚的位置，这可如何是好啊？有点尴尬。不过对手走了，好走的话，我就把这个另外一个臂亚放在外面，没有关系。然后这边我来试图这个来强杀这样一个大 G。我本来想说来强暴这个大 G。但是好像有点不雅，还是说强杀吧。以后刚刚差点脑子一冲动就说出来了。让我们注意一下，这边又来了三个大 G， 好吧，现在只能被三个大 G 给反强暴了。好，然后这边一个福特曼往家里拉，同时再进去强杀这个大 G，强行杀。然后这边看到剑圣还在追杀我那个福特曼，同时我把刚刚另外一个红血的福特曼放回家，另外一个红血福特曼放回家啊。外面看到了一个 BE， 看到了个 BE， 这要拆一下打一下。哎，其实放这样的第一视角还是有点虚的，毕竟 WCG 快出来了，这样的第一视角是很容易被对手就是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哎没有关系了，反正只要是大家一方面看着喜欢，好像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最重要是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我觉得自己之前可能就是心态太差，然后就是导致自己以前比赛总是发挥不出来。在最近的一些比赛里面，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就是说在逐步的调整。但是你像现在打令的话，这个心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我这个手可以看到这个第一视角这些操作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快，因为总是有点担心，总是把令也想的是很强。怎么说呢，就像我打令这些选手和打其他的一些国内的二线奥克选手啦，或者其他的名气不是很大的选手，就会心态不一样。打他们这种选手总是觉得不能犯任何一个失误，如果犯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可能就会被他们抓住这个小的失误来翻盘。OK， 这边呢，因为我刚刚看到他的 Shadow Hunter 和剑圣是往商店那个方向去，然后我就决定从这边绕一下，然后就带塔过来绕过来。好，但是我忽略了一点，对手是练了商店的，那么他是肯定能看到我的，无论我从哪边过来，因为他看到商店那边没过来的话，肯定就是从中间的这个酒馆这里过来了。塔放起来了，但是我的民兵还没有到，农民还没有到，修不了，这有点尴尬，我只能先杀大 G 了。好像真的只能剩下哦，这个怎么这个大海龟、小海龟也来凑热闹了？这话，哎，这边围杀了一个大 G， 是很自然的围起来的状态。啊，三个塔都被打爆了，这我有点亏啊。三个塔都被打爆有点亏，而且 Shadow Hunter 变掉了我的这个女巫、男巫，然后同时来击杀。然后哦，剑圣在追杀一个男巫，哦，他是要追杀这个男巫，算了，我把这个男巫拉得远一点，让他剑圣去追吧。然后这边我再继续造塔，少年，你一定要把那个男巫给追死哦。哦，小弟刚刚看到他果然把那个男巫追死了，这个剑圣还真的是个少年剑圣呀，不怕累，不怕辛苦，只为了追杀一个男巫，千里迢迢的跑过去。然后这边我继续的造塔。然后对手的两个英雄比较靠外面的情况下，我就干脆就不追了，我就在这边保护好塔就可以。然后 Shadow Hunter 又是一个变形术上来，又要强杀我一个女巫啊。然后这边我强杀一下 Shadow Hunter 吧，似乎哇，投射也出来了，科多也出来了，这是标准的防人 UTR 的一个打法。 Fly 和 Lin 都是打得很明智的一个选手。然后这边继续杀小白，小白吃了个血瓶，这个血突然涨了一下，这不用看就是吃了一个血瓶。但投掷我又不敢进去打，毕竟里面地洞太多，算我还是杀小歪吧。啊，那边塔本来是一个优势的局面，被我现在打的有点劣势。女巫再死了一次，但是这个加速卷轴它能用多久？我又死了一次，能缓速它吗？哦，还是缓速了，但是好像有点难追上，这边塔不下来了，还是回去吧。这个小歪有点难追啊，这个小歪。回个头吧，小歪。回个头吧，小歪。哎，小歪果然回了个头啊，变了一下，然后啊，那边大牌是放出一个火球，我就没有管了。那个小歪肯定是机器了。
哦，对了，说到小歪，我想起来就是优酷的另外一个解说小歪，也就是我们 Team WE 的产品经理。他前两天我给他一盘战报，他录制了一下，但是那盘战报呢，刚好我也有第一视角，然后我准备明天晚上或者什么时候跟小歪说一下，就是我把那盘战报也录制一下，然后就是这边我会放上一个那盘精彩的战报的我的第一视角，然后同时小歪那边也会放上他的解说的视角的一个战报，就希望到时候大家能够喜欢，可以看一下我们两个放同一盘战报但是不一样解说的这样一种风格吧。然后今天白天我也会有空跟小歪说一下，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就把那盘战报放上来。OK， 我们继续回到这盘游戏里面。然后虽然家里面民兵不多，但是为了 MF 这个地方，我还是拉出来两个民兵来，而且我知道剑圣是在旁边，所以我故意先不 MF 这个大海龟，然后一个红血的民兵我把它去除编队操作回家。然后这边这个剑圣很风骚呀，我看到另这个剑圣是在转过来转过去，但是我没有反应了，但我现在不得不练，只能强行练，估计这个剑圣这个剑圣还是带着部队过来了，然后但是幸好剑圣没有抢到宝物。而小歪有多少魔法呢？我需要来剑圣的魔法我就不考虑，因为抽剑圣的魔没有什么用，抽小歪可以限制小歪的魔法，这波不太好打，他的兵力跟我基本上差不多，我需要把两个刚来回家的民兵再次拉出来。然后我刚刚用抽魔棒已经抽过小歪一次了，抽过了小歪一次。然后这边先杀狼骑吧，因为狼骑是最烦人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被杀掉的，就先杀狼骑。然后又抽了一次小歪，小歪没有魔法，我看了一下，抽了你两次，终于把你给抽干了。哎，小歪真是耐抽呀。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说的不是优酷的小歪，我说的是游戏里面的 Shadow Hunter。 这边枪想杀我的 BM， 然后我给自己的 BM 就兽王交换了一个血瓶，然后同时这个狼骑，对的，然后继续追头车吗？算了，不追了，头车有了加速之后那就是飞一样的速度，比刘翔跨栏都慢不了多少。然后这边同时让兽王练到三，我刚看了一下兽王快到三了，说给兽王单练一个点，练完这个地方就能到三。我自己卡了人口42人口，是不是说农民也来不及回家了，你们就在外面造个房子再回去吧。敏捷加二的书，我们看到这个商店这里，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看一下是没有那个蓝胖子的，因为刚开始一早就被这个剑圣给练掉了。然后这边剑圣，诶，他要补刀吗？我现在把他打掉。诶，这个 Shadow Hunter 果然是回头想来补个刀，但是还好哥也是最近玩 DOTA 玩的还可以的人，补刀什么这种基本的功夫还是难不到的，难不倒我的。对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人在我的视频里面指正我说我念那个骷，我经常念骷髅，我会经常念成骷髅，没有办法，就带点家乡话，是不是有些时候可能这种发音上不是很标准，不过谢谢大家提醒，以后我会记得念骷髅的。好，我们看到剑圣果然是神出鬼没，再次跳了出来，再次跳了出来。这边我女巫的这个隐身也升好了，然后我就隐身一个女巫来看一下对手是在干嘛。这一盘整体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打令，所以说自己在这个节奏上我觉得自己倒是不错的，但在心态上真的是有点慌张，到现在为止还是有点慌张，总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觉得心态上有点紧张。哇，经验书，我是谁？好像是我抢到了，我觉得，因为兽王刚刚那一下吃书，好像是看到自己兽王吃哦，我看到女巫碰到对手，没有碰到情况下，我本来是想练那个大海龟，但是现在我决定不练了，来跟对手来一波交战，但是有点虚啊，这一波需要把心态调整好，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调整好，心态在打令的时候很重要。然后这边的女巫我是故意让她现形，然后拖拉一下对手的阵型，然后死烙一下，这个女巫果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我这边阵型不是特别的好，我赶紧把召唤生物分开，然后但是召唤生物分开的不是很及时，还是被驱散掉了一下。然后这边但好像他白牛的魔法不是很多，然后赶紧再次分开这个召唤生物，再分开把这个猪往前面拉，但是他在瞄我的兽王，兽王吃上一个无敌，然后同时我赶紧来打掉这些红血的这些狼骑，这个狼骑是最让人难受的。这波似乎在战局上我现在有点小优待，这个兽王有点危险啊，被迫只能吃下一个群捕，然后再次繁衍，
哦，但是他能看到我，我想起来了，是刚刚在 MF 那个商店的时候，他的剑圣抢了无敌，也抢了反隐，因为他要抢我的宝物，所以说他现在身上有反隐，虽然我隐身了狮王，但能看到。然后这边我杀死这个红血的狼骑，那这个白牛，哎，白牛哥哥，你敢让开吗？他不敢让开，因为毕竟是另一个单位，他自己是不会让开的。但我还是追了上来。追了上来，这个白牛哥哥大摇大摆的走了回去，没有办法，他变成了灵魂状态，我除了男女巫之外，其他东西我是打不到他的。然后这边我就只好再次买出了狮王，我觉得这波应该趁势压一下，再压上一波，毕竟刚刚自己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令的部队还是有大概40人口的部队，虽然他的部队现在没有我多，但是这波还是不好打，在心态上我还是有一点点觉得不是很好，虽然我是很自信自己这些操作的，但是毕竟对手是练手，在这些方面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打，需要好好来操作一下这波。这波我选择先点小歪来耗一下他的魔法，但是自己的这个剑 AM 走位不是特别的好，小歪的魔法应该耗的差不多了，既然进去了，那我就现在来杀这些狼骑。但是我现在他想秒我的兽王，然后再次隐身，我已经隐身过兽王了。哦，看到这次果然隐上了，他的隐身应该是，刚刚他的反隐应该是用完了。这边这个阵型现在是不断的在交战中拖拉阵型，然后杀死一切优先能杀死的单位。然后刚杀死一个白牛，然后这边有个狼骑，但这个狼骑我只能用大法师去点他了。然后兽王继续招猪，然后兽王的走位也要控制好。战场上很多东西现在都要不断的去控制。毕竟打的是高手，所以说所有的比赛你都要不断的控制，不断的来操作好。然后同时这边继续控一个红血男巫，让他往后面走一大，他还是死了。然后控这个破法，兽王需要再次往回拉，毕竟兽王的血不多，要利用好男女巫的 slow 等等这些东西，就男女巫的缓慢。然后我还是有这么多的部队，然后这个狼骑，对，杀这个狼骑，兽王单杀那个狼骑，然后刚刚这个破法去点杀 Shadow Hunter， 然后招出来一个二级的熊。OK， 这会我倒觉得可能这一波我是真正的建立了盛世。然后这边我来杀一下这个，继续控好这些。但哎，这个兽王，哎，还好女巫上来隐身。引到，哎，但是他怎么好像变银术骑的时候隐身就自己变没了，有这样一个 bug， 还从来不知道，不过现在知道了，就是在被变形的情况下，然后这样就会在变回来的时候隐身术就没有了，然后现在他只有两个英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缓了一口气，这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奠定了盛世。哎，但是刚刚他只要部队多的时候我都觉得不是很好打。哇，兽王有点危险，但是他的部队是很少的，所以我只用不用让兽王上前就行了，一个男巫手动过去给兽王加血，然后这边来杀这样一个剑圣。 OK， 兽王血加差不多，然后来招出来熊。 OK， 令打出了GG。 好的，又到了这个总结的时刻，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盘的一些可能就是总结不出来什么失误的地方，或者说是什么大的失误，或者说是令的失误等等这些。我可能更想总结的是心态，因为你像上一篇视频里面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跟我留言，他跟我说的是 Sky，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总是放自己输的这个第一视角的这种视频或者什么的，就是一方面大家不喜欢看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一方面对你自己的心态可能有影响什么之类的，其实他倒是提醒了我，我觉得也不是我放自己输的视频会对我自己的心态有影响，而是我在比赛里面的时候确实在自信度上，在这种比赛的心态上，在以前做的并不是很好，虽然最近我在尽量的做的好一点，但是这些好呢是仅限于我最近分心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说让自己对魔兽三并没有那么的执着，所以说反而可能让自己在心态上恢复了更多的自信。当然这种自信不是我想要的自信，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魔兽三的比赛和备战里面去，投入到仅有的 WCG 倒计时，也就是七八天，大概八天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的时间中去，让自己全身心投入进来，然后准备好心态，准备好比赛，然后来准备好下个月8号在釜山的世界总决赛。哎，说到世界总决赛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觉得有点伤感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我05年第一次打世界总决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大概全球是有50个以上的国家，然后
当时我记得有将近100名魔兽三选手打新加坡世界总决赛，出现之后是64强还是32强我不记得了，但最起码也是32强。但是今年的世界总决赛呢，却只有9个选手，两个韩国，三个中国，三个俄罗斯以及一个德国选手。9个人总是让人觉得有些悲伤吧，但幸好明年的世界总决赛以及后年的世界总决赛是在我们的中国昆山这边，我希望明年和后年我们的魔兽三可以继续坚持到那个时候，可以到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也不太奢望魔兽三能够再创什么辉煌，我只希望魔兽三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能够让喜欢他的人们能够一直喜欢着。没事的话就看一看视频啦，看看小白的视频啦，看看乔林的视频啦，看看雨米口的视频啦。然后如果想看就是说第一视角的话，也可以来看看我的视频啦。然后总之就是说大家没事看一看，总觉得就是说还记得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游戏陪伴着你走过了这么久的路程，虽然你工作了，虽然你毕业了，虽然你可能在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没事看一下的话也会不错的。OK, 我觉得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如果再继续说下去的话，可能我自己都有点伤感的要哭了。但是怎么说呢，我希望自己能够摆脱自己的心态的一些问题，能够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成熟，能够让自己的心态更加的好，然后好好的打好今年的 WCG 的世界总决赛。OK, 也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